先多睡会儿，没有，我以为你要哭哭了，没有没有了。哎呦，凌晨。天飞的大气，谢谢，感谢天飞。那么今天双倍亲密度哟，谢我华南城的出征鸭，欢迎凉夜清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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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刺头不刺心。谢谢柚子水果的荧光棒，谢谢。一个出征鸭就出卡片，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谢谢天心的小礼物，谢谢。欢迎下一秒逍遥。最后还能成了四个出征鸭，不行啊，得起啊！出了七个，那还挺好哈。谢我 AV 的车队加油卡。这就开双倍了，有，再有两张白银的，然后还有一张五万流量，折一半，起码还行，还有。哎，馒头，查了一下我的背包口袋，两个亲密度卡，一个五万流量。欢迎长长久久。哎，噔噔噔噔噔，已经很好了。欢迎奶牛。欢迎南宫风铃，现在这卡片是不是大放纵啊？
肯定是因为昨天不怎么出呗。昨天多费劲，你说？谢谢贪吃胖松鼠，欢迎独舞。谢我峰哥的英雄帖，有多余卡片咱就留着吧。谢我峰哥的四张英雄帖。还是没，那你用出征鸭试试呢，峰哥。你看那个出征鸭好不好使？谢我韩立群的七个出征鸭，谢我峰哥还有韩立群帮忙完成了二星的任务，谢谢。谢谢我峰哥的长胜飞机，谢谢，感谢我峰哥的长胜飞机，还有五张卡片，凑人头一定要喊我，好，好的，感谢我老怀，欢迎下面重幻想曲，感谢峰哥，谢谢。峰哥，这回卡片有了吗？谢谢夏木桐幻想曲的荧光棒。哎呦我！好看啊，安心雨，这是啥？给的前缀，给的后缀。峰哥粉丝牌升到了19级，谢谢峰哥，谢谢，感谢峰哥。兄弟们，咱们可以合成卡片喽！噔噔噔噔噔，有马。那后缀真挺好看的，他今天升级了，我倒是想19，不是19吗？16，也快。欢迎铁板烧，赖我了，要是我一直中午就没停播的话，我峰哥肯定早就19了，是我的问题。
哎，心雨，谢谢你的幸福券，加油啊！抽奖都归你，希望你能中。这自动的对讲我可要老命了，我天！噔噔噔噔噔，我试了一下。噔噔，中午好，欢迎唯一，中午好，欢迎小小七，谢谢我海蓝色的荧光棒，谢谢。对，我还能选择出征呀。欢迎点糖不加咖啡。幸运单点几率出的比较小，这个的话它最好是比较大的那种，它连击的话比较容易暴击、加油。用了五张我也出了是吧，谢谢胖胖的果子的荧光棒，欢迎句子。噔噔噔噔，哎，黑心猫的猫，谢谢王川的荧光棒，谢谢。谢谢王川。哎，落花有意。欢迎天兵，谢谢王川的出征呀，谢谢。今天双倍亲密度哟，这牌子可以趁今天呢。有二位的八个出征呀，也有天一飞的出征呀，也有王川的碎片。多三个，给三个哈，那还行，他应该多给点。我说昨天那个到最后 A 级也没过去，你说多难受，你说。就差那个人头了。
哎，一很一，谢王川的五个出征鸭，谢王川，欢迎踏祥云。欢迎休止符，中午好。中午好，欢迎雷七听。来今天的小礼物，谢谢。哎，一往情深。哎，一件单衣。Maybe we saw that. 哎，风信者。张就行，要有多余的卡片可以留着，等 CD 完事儿，还有个 B 级，就是再合成一下就可以了。哎，无可取代。合成十张的时候，那个可能就是他可能给一些别的东西嘛，是不是？也抵算到亲密度里面的。这回就知道了，这回咱都摸索清楚了。在我还能选到好多出征鸭。谢谢我风哥的大气，谢谢神子们一起帮忙完成了三星的任务，谢谢。还有我阿修贝尔，谢谢我阿修贝尔的荧光棒。Thank you.
叫你小心肝。欢迎梦回酒吧。噔噔噔噔噔噔。欢迎载包大叔。昨天怎么布的呢？你说？哎呀，我锁了，帮主。啊，真是，太烦人了。他昨天就说啥也不好好出。锁了，帮主，中午好。这一会儿有17张了。
这回可以没问题了哈。欢迎陈纯真。哒哒哒哒。欢迎樱花。中好。风格的口哨好美，那你记得点个关注哦。喂侬辣盖阿里搭？我现在要去八龙门白相。欢迎火火火。想好了不啦？不要搞了好吧。欢迎豆腐脑是甜的，娶美人更美。不要搞了好吧，兄弟们，今天是双倍亲密度哟，要吃牌子可以赶今天呢。不要搞了好吧，欢迎小鱼豆智能场控。不要哭了好吧，
不要哭了好吧。欢迎掌纹，欢迎雪纷飞。所罗门主的飞机姿势，昨天嘛，昨天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不是本身在第二吗？
然后就直接偷塔，我直接那一瞬间我就掉到第四去了，我都惊了，发现不再上 QQ， 就老快了，就一下就掉下去了。虽然幸好秀智福还有峰哥最后帮忙守塔来着，要不然我估计肯定就完蛋了。他昨天给的奖励也挺好的，是像咱们这个巅峰挑战连续完成五天，完成 B 级吧，能给的奖品，完成 B 级能给的奖品，而且给了两张的那个双倍亲密度卡，还有一张五万流量的那个流量卡。哎，小空，噔噔噔，都是超火头的，可太难了，辛苦了兄弟们，昨天辛苦了。哎，零零醉，我才发现小空是主播啊，你是播游戏的是吗？你平时都啥时间直播啊？有空去你直播间玩。嗯，你是主播吗？是不？我是小空，我看你粉丝有三万多呢。我刚才就点了看一眼，我看主播 PC 游戏。欢迎玉里稳，谢谢玉里稳的小礼物。平时你都什么时候直播呀？我的粉丝才一两千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哎，聊聊睡午觉。哎，23376，这么一看好，6点到2点啊，行。有空去找你玩。哎呀，谢谢我小空的心动飞机，谢谢，感谢小空，谢谢小空的心动飞机。噔噔，这么一看好像真的瘦了，我是真的瘦了，确实是。谢谢我索隆盟主的长胜飞机，谢谢，感谢我索隆盟主。欢迎满天星，谢谢我索隆盟主，谢谢小芳，谢谢。对，兄弟们，那个背包里面有那个合成卡的话，可以帮忙，就是每凑人头的话，可以帮我凑个合成卡的人头哈。欢迎我新米仔。噔噔噔，我们那个合成卡的那个还差两个人头，咱们就过去了。星际战甲什么去的，我也不知道啊，主机游戏吧应该是。完了，小空跑了，完了跑了，跑了个星星啊，没跑，我以为咋还突然走了，害羞。跑了个星星，行，挺好。我才发现你们那个都在，你们送我的东西都在这儿呢。看，都在这儿呢。我1.5倍的碎片有9个，1.2倍的碎片有4个。黯然销魂掌是什么？不知道啊，你有吗？你有吗？哎，你给它点出来看看。
有一些起的名字起的奇奇怪怪。随便找个直播间送出去有飘屏，然后人家会追着你骂，这个不会是那个攻击道具吧？攻击别人的道具吧？这是陈奕迅和周星驰。哎，别给我用啊，送对面扣分用的啊，是吧？别给我用啊，齐明仔。哈哈哈，找空 PK 的，哎，咱试试呗。咱们连个麦啊，西米，你把那个等会儿送出去好不好？我连个，我 PK 一下，完了之后那个，完了之后你给对面送一个行吗？他下午三点有用是吗？它这个是下午三点以后这个东西才有用吗？还是说我平时用的话就能用？用得上吗？我可以试一次。没有，看看几点有用。我问了，我寻思要现在能用的话，不现在连一个看看，康康是啥样的？大力金刚指。道具挺有意思的，噔噔噔，哎，反弹恋爱，又该得罪人了吧？欢迎北极熊，噔噔噔噔，要自己人用没事。太逗了，欢迎尽管年少有你，谢谢你的荧光棒。下午三点的话我就不在线，他要是下午三点的话我也播不到那个点，不是重点是看他道具是几点。我就寻思要是能好使的话现在就试一波，挺好玩的。连我连不了，为啥呀？啊，你是用 OBS 直播吗？哎，逆时针，我不参加这活动。付一千，真假？哎，我的妈呀！还有紫晴的颜色，别发包。哎，居然有点小调皮。老黄也不直播呀、啊。谢我别发包的荧光棒，今天有双倍了。哎，兄弟们，咱们还差几张办卡？咱们还差六张办卡，然后咱们的这个 C 级任务就过去了，就六张了，最后六张。
整点正能量，这道具拉仇恨打架的道具，七张六张六张六张，再配一个出征鸭就过去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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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倍双倍双倍双倍。我这我打开的是白银的。欢迎免费茶消费。对，双倍知名度上线，对。上面还没显示呢，是双倍的。哎，风月无情不动心。谢 MC 的荧光棒，谢谢。欢迎太原。老怀播的也是游戏吗？欢迎椰子汁。谢谢棒棒糖的荧光棒，谢谢。谢谢我比爸爸的十个英雄帖，谢谢。感谢我比爸爸。谢谢我比爸爸，比爸爸大气。魔兽啊，每天播够100分钟赚经验，挺好。我最近才发现他有那个。走了，晚上10点 PK 见。行，晚上你过来，我就 PK 开试试，晚上试试。哎，雅风铃，谢谢我比巴布的幸福券，感谢我比巴布的甜蜜卡丁车，谢谢，感谢我比巴布，谢谢我比巴布的卡丁车，欢迎火火。还有玛丽耶，对，大家背包里面有合成卡的话，可以那个什么了哟，可以帮忙点一下喽。欢迎醉红尘，咱每天能过个 B 级任务就行。谢我比巴布的长胜飞机，谢谢，感谢我比巴布，反正这个巅峰挑战，咱每天能过个 B 级，我觉得就挺好的。一天几次？我刚点了呀。它这个就像四星似的，一星、二星、三星、四星，它都是需要重新计数的，可以重新计。什么动静？水没有了。在汪川的出征呀。有多余的卡片的话就可以留着，这几天咱们凑这个卡片头用。哎，仰卧起坐60个。你看，咱就也不要求过多，咱就过到 B 级的任务，D 级一张 ，C 级一张 ，B 级一张，就三张，嗯。1.5倍碎片什么时候用？晚上一起用呗，晚上一起用。居然抽了一张卡，谢谢，感谢我怀蓝城的办卡。对呀，啊，大家要就比如说剩的。多余的比较特别多了，懂了，一天准备三张呗，对，对，一天三张就够了。那个碎片不是给你凑人头吗？不是啊，
不是啊，比巴布合成了之后，合成了之后他会选择那个就是凑人头，就是在这儿嘛，看在这儿就会显示有人数，就凑上人头了，上面就会有显示了啊。然后碎片呢会直接放到那个主播口袋里面，啊，在这儿呢，1.5倍的、1.2倍的，这我现在的，但是现在它点不了使用，咱也不知道它是3月22号可以用，这个是也是3月22号以后可以用。20张，就是说大家送我20张，我才可以合成一张1.5倍的碎片。合成就凑人头了，对，合成就凑人头了。对对对，这个就比较方便。20，哼。没事，反正咱也平时也不怎么 PK， 所以这个对咱倒说无伤大雅，嗯。而且昨天咱那个，不是守住塔了吗？咱守住塔了，就已经得了那个，就比如说，巅峰挑战，正常咱完成5天才会有的那个奖励，咱昨天打完了，直接就有了2张那个双倍卡，还有那个5万流量的那个卡，我都没舍得用，搁那放着呢。嗯，也蹦。对，直接给我就行。嗯。昨天多亏修制服还有那个峰哥帮忙守塔了，但是前期啊，主要前期也是索罗盟主啊，然后我比巴布啊啥的都一直在帮我上分，还有小白，都是大家一起，我昨天这个才能那个什么，才能过去。噔噔噔。这个后缀能3个小时，你别说挺大哈，它今天升级了，嗯。昨天所罗盟主也有一个，但昨天所罗盟主那个稍微简陋一点，就后面就4个字儿。昨天的那个连这图都没有，就4个字儿，行侠仗义。今天升级了，欢迎班德瑞，嗯，谢谢兄弟们，谢谢。欢迎12，噔噔噔噔噔。那个黄金卡可能的话，就是今天的那个什么，今天要是前6吧，他有可能才会有。今天可太难了。欢迎499，咱就顺其自然吧。噔噔噔噔。欢迎当庭记，谢谢我比巴布的20个小飞碟，谢谢我比巴布。那么等我一下，我接点水啊。
谢谢休止符，感谢你的口哨。噔噔噔噔噔，谢谢休止符的十张英雄卡。噔噔噔，谢谢我小，谢谢我别爸爸的小小学徒。噔噔噔噔，欢迎我的石头。一个一个点比较好出那些卡，嗯，然后比如说出的比较多了，出的比较多了，然后就可以再抽抽别的。刚才我看那个谁来着，王凌晨合成了一张卡，就有的时候他合成东西他可能就合成一些礼物什么的。嗯嗯嗯嗯嗯嗯，欢迎怡宝来。噔噔噔噔噔噔噔，谢我怡宝的荧光棒。十连呢，抽个车。谢我别爸爸的音乐车。昨天最后两分钟是真的刺激，昨天最后两分钟吓坏了。谢谢鳄鱼的幸福券，欢迎北极熊。欢迎天飞。又开始偷了吗？啊，大家都在偷。噔噔噔噔，哎呀，我随风。最后两分钟的时候，大家都在偷他。我本来那个秀智福帮我刷到第二了，说你可以下播了吧？还剩三分钟的时候，说，哎，你要不下播吧？给你刷到第二，应该没啥问题了。我说坚持一下吧。坚持一下，我说看看那个最后，我说怕有人偷塔什么的，然后结果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就最后一分钟刚到，我瞬间从第二就掉到第四，然后还要再往下掉，你就看那个数哗往上涨。欢迎大大猪，嗯，最后打了多少钱？到最后的时候没看到了。因为他一下子就是打到最后的时候一下就闪过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说我进没进呢，我是不是进去了呀？后来还行，他有那个飘屏。噔噔噔噔噔，我快没弹药了。你就休止符，你就送那个啥比较好出卡，那个出征鸭啊，然后一个一个送，就是那个一块钱那个，就一个一个点，他就出的比较多。现在华良辰出了得有十多个了，十七张了好像都。噔噔噔，欢迎纯青时光，明示了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意思。欢迎五幺九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秀哲福的出征呀。第五和第六那时候已经下播了，嗯，但是后面的人会往上追。哎，如果噔噔噔噔噔噔，
哎，零二幺五六。哎，醉生梦死。来吧，咱们来弹首曲子。猪蹄儿猪排。我昨天下播就感觉有点累，就特别想，特别特别想点个外卖吃，但是我忍住了，刷完牙收拾完了我就上床躺着去了，硬是挺住了没有吃。你们没有发现我的腰瘦点吗？没有发现，真的啊，腰瘦很多了。噔噔噔噔，不，你不配。所以被我吃啊，我坚持住了。感觉有点累。对啊，其实就累的话就觉得想吃点好吃的。因为根本看不到，看不到吗？63很快的哈，六月份还差三个月呢，小三个月，加油，坚持减下来。刚刚电话，不好意思。
我哥也是有打过火的，多亏兄弟们了。嗯，出了几张？哎，兄弟们有没有那个有那个没有帮忙凑头的那个咱们那个卡片的头还差七个，还差七个人，七个人头，十几个是吧？还挺好。欢迎7254。有多余卡片的话，可以帮忙凑一凑头哟。咱们还差七个头。噔噔噔噔噔。欢迎隔壁安大爷。噔噔噔，我都凑过了，好的，谢谢峰哥。欢迎右二，欢迎清河，欢迎刘灵醉，欢迎锦衣卫小白龙，就是得点，得一直点哈。谢谢清河的荧光棒，谢谢我所罗门总的出征呀。欢迎夏末，欢迎夏末，欢迎梦幻星妖，有所罗蒙卓。欢迎天真无邪。欢迎掌门，欢迎香甜的橙子，欢迎雅索随风。谢谢我随风的音符，谢谢我所罗门出的一大杯碎片。今天打分区争霸吗？得看吧。嗯，噔噔，三张合了个这个，合了一个碎片，是不是？也行。咱这个碎片，我看看现在有多少张了，记得好像收挺多了，已经有十八张了，挺多的了。那好，它是过了，但是有再有两个。就可以那个使用了，到时候晚上可以用一次试试。谢谢休止符的1.5倍碎片。真的，欢迎蜡笔冰瓜，欢迎发条南陵。欢迎3689。
声音是不是有点小？花心呐，花心第一句咋唱的？看着你抱着我，目光色颜色寂寞。
其实这个跟心理学院有点像。我以前弹这个，有时候弹弹就跟那个心理学院就混到一起。欢迎雨飞，黑色显瘦，显瘦啊！欢迎浮生如此，听起来有伴奏的效果啊，因为是左手和弦的原因呢、啊。比如说啊，同样一个曲子啊，同样一首歌，我单音右手单音弹，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左手伴奏，它立马就旋律线条就出来了。要是光有单音的话，它太干燥、太枯燥了，听起来哎怪怪的。看灰机，灰机搁哪呢？灰机搁哪呢？谢谢非洲的银钩棒。噔噔噔！哎呀，谢谢，感谢尼古丁的飞机，谢谢，老板大气，感谢尼古丁的飞机支持。欢迎莫西，谢谢，感谢尼古丁，谢谢尼古丁的飞机支持，真的有飞机，看到了。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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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灰机，谢谢，感谢尼古丁的飞机支持，欢迎暗杠，噔噔噔噔噔噔，兄弟们今天双倍亲密度哟。去牌子趁今天呢，欢迎崇明补丁。我想起了一首歌，什么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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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尼古丁说啥来着？谢谢尼古丁，欢迎首席大叔被刷屏啊、哦！好，你说。天命最高简谱。他最近不知道咋的了，天命最高。他最近是语音识别，天命最高简谱。啊、我去买一下，然后不行。对，寻亲记，我啊，电影版还是原来的人演吗？
没轻易触碰。等我啊，我把手机上这个转过去。算了吧，没事儿，几块钱儿，嗯。它有一些吧，就是它没有，网上没有那种免费的，然后它有一些有那种就是专门扒谱那种吉他谱什么的，然后上面也刚好有简谱，对，不贵不贵，没事。欢迎浪里小白狼，谢谢你的荧光棒。噔噔噔噔噔。哎，我之前有个学友点钗头凤，但我忘了是谁点的了。欢迎九九九九九。欢迎泉水。欢迎沐风。噔噔噔噔，谢谢九九的荧光棒，谢谢。版本你看过没？很早以前看的了，都记不太住了。跟轩轩吧，好像。是不是跟轩轩拍的一起？喂，
地震。欢迎星空月下。开着飞机看世界，谢九元。谢燃地球纸的小礼物。没被点名吧？没有。噔噔噔！哎，奔放的音符。谢主播有什么想听的歌吗？你有什么喜欢的歌吗？谢我 LV 的小礼物。就是你平时有的时候听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比较喜欢听的？欢迎小小苏，欢迎走笔至此各一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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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纳兰博翠。奔放的音符，我喜欢听与君相依。好嘞，等，稍等啊。再给你弹，请您稍等，等会啊。七零二。
断肠梦简谱。断肠梦简谱。尼古丁的，谢谢我随风，感谢我随风的飞机星星，恭喜我随风的粉丝牌升到了二十级，谢谢随风，谢谢谢谢，感谢随风哦。谁的歌儿？断肠梦。是那个少年黄飞鸿的主题曲吗？谢谢随风，再次感谢随风的飞机，谢谢。感谢随风，谢谢。噔噔噔噔噔。最近忙，来的少，补一补。谢谢我随风，谢谢。随风，那你有那个卡片吗？谢谢杨毅的大气，谢谢。你有那个卡片的话，可以帮我合成一下，然后帮我凑个合成人头吗？欢迎陪你结局。欢迎九元，真的，大家有那个多余的那个合成卡片，可以帮忙合成一下哈。爱你们，兄弟们，帮忙凑一下这个合成的人头。咱们合成的人头还差五个，我都饿瘦了。是的。噔噔噔噔，啥是合成卡？你现在应该有了，你看一眼，等会儿啊，在这儿看这个分区争霸赛没？点开之后它就有这个，你如果有卡的话，它就会显示有卡，然后你置入一张，立即合成。合成完了之后呢，点这个巅峰挑战，它这数要是加了，那就是合成成功了。手机版的话，应该是在下方，右下方有一个红色的条条。谢谢我九元的音乐卡，谢谢。许冠杰的啊，对，我刚才在问你，我说是那个黄飞鸿的还是谁的，因为他有好几个谱子。找找啊。谢谢我天飞的出征呀，谢谢，感谢我天飞飞的英雄帖。你把它找到到了呢，网运里面都没有了。嗯，但是我搜搜看有没有他的伴奏啊。谢谢我天飞。
还有位说法是看了送礼物的次数给几率大，拥有卡片数量零，你送那个出鸭不，那个叫什么出征鸭，一个一个单独点，点几次就有了。噔噔噔，原来只要一张卡就算数，只要有一张卡就行。嗯，一丛丛，有一张卡的话咱就算是合成了。欢迎模范邻居王大哥。噔噔噔，在森林中，欢迎银夏樱花。然后所有的那个就是兄弟们，就背包里面的荧光棒啊，包括鱼丸啊什么的，清空也行，它都会算到咱们的那个榜里面，算到那个分区争霸赛的榜里面的，就是所有的免费礼物都可以计算上，概率一样，嗯，差不多，嗯，谢谢尼古丁的小礼物，谢谢我随风的棒棒哒。要送卡片的话就用那冲压就行啊，就那个什么出征压。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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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吐了是不是，清空了，好，谢谢，感谢尼古丁。噔噔噔噔噔噔，感觉又被系统针对了。没有，他现在就是怎么着呢，就这些规则吧他都不直接写清楚，嗯，就是要学友一次一次摸索，就刚开始的话就没弄清楚的话就很迷惑。又玩星际争霸比赛输光了，你全都压进去了。森林的雨丛丛，我找不到他的心里，没事，要不咱今天也双倍亲密度。欢迎雪映红月，哎呀，哦呦，不错哟。再来咱先往下弹了啊，再来送给大家一首黄龄的钗头凤。
你都夸我好看了，那我也觉得你帅。好久不见，阿果都这么……噔噔噔噔！哎呀，266，你是不是刚开始打炮没打出来？噔噔噔！瘦了十斤了，对呀，慢慢减吧。嗯，我到现在减肥也有20多天了吧，差不多。嗯，就是这样。20多天，我觉得还可以了。再继续坚持。噔噔噔噔噔嗯嗯嗯。十斤了，11斤半。嗯，到现在为止。啊，噔噔，那还差的还差得多，就现在看着还是肉多，从功从160减到150，我要拖出去，我要给你拖出去，给你剁了，重说，噔噔。对呀，就坚持来着。说啥也没吃。我厉害吧？我是不是能坚持？但愿人长久啊！行，等一下啊，我转个调啊。你要带伴奏的还是不要伴奏的？你想要哪种？听效果的话，还是纯蒸的？哎，随风跟我好像延迟有点高。欢迎明明很孤单。行，我找一下啊。但愿人长久，双手剑谱。
那有啥不一样吗？啊？我搜一下。但愿人没变，这完全是两个歌啊！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我找找啊，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太尴尬了。嗯，对。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So let me tell you like this, I'm who you're looking for, I'm the whiz.Like this, there ain't no one to do what I did. There ain't no one to do it like I changed the game, I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I'm irreplaceable, that's no lie. Been talking on the grade, I'm so high. 等会啊，我把这个从手机里挪过去。Hit a quick pose for the camera. Why you sitting down? You're an amateur. I don't play abou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Yeah, yeah. Stamina. Hit a quick pose for the camera. Why you sitting down? You're an amateur. I don't play abou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I'ma make you get high, get lit, get drunk.哎，我想想，那这个我就弹带伴奏了啊。我要第一次的话，试奏的话出那个和弦不一定能好听啊，所以先第一次弹，咱先用那个啥，用那个带伴奏，咱们听一下哈。欢迎小小。
奏还真不行。直接纯正来了啊，这回肯定没问题了啊，我跟原唱谈了啊。
长夜晚星若可不休，漫长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星若可不休，漫漫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这歌我那个什么私下再练一下吧，它谱子有些地方也不是很准啊，先凑合听，下次让你听完整版的，好吧？感谢尼古丁的飞机，谢谢，谢谢尼古丁的飞机支持，我尽量快点把这个练下来啊，因为有一些不太那个什么，不太熟悉，我没听过这个歌。听完了，我该去搬砖了，好好去吧，我也要下播了。然后我们晚上再见呢，兄弟们，晚上8点我在直播间等你们，我们不见不散啊，兄弟们拜拜，晚上见啊，欢迎刘琳，欢迎刘离，晚上8点见，拜拜。